众所周知，德云社的男人都是满腹经纶，面无言，兜无钱，人到中年，可怜可怜。这说我呢？对呀、啊。啊，那我送你一个，你送我。官一躺，布一盖，诗人一桌，上菜上菜。你说这人心眼多小？我把他说丑了，他把我说没了，拿捏。张鹤伦这一股子浪劲，师傅都害怕。年纪小，读书少，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。不要暴露自己的本性。西北玄天一片云，乌鸦落入凤凰群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黄昏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马行无力金银兽，人不风流只为贫，古人不见金石月，金月曾经照古人，粉妆玉砌张鹤伦。初中学历难道是为了包袱效果吗？面对着面吃面，就这个啊，张嘴就来，我听听。盖中盖，补盖，这干什么？背对背搓背，俩狗熊，你看没有？脚对脚抠脚，对，多恶心呐！手拉手解手，对，没完了是吧？人和人生人，这这。张鹤伦不愧是大学毕业的高学历捧哏，国戏捧哏半鹤堂，随时下班。周九良，周九第一个啊，那大师。要问九字行不行？问问小黑张九龄。狗吞残月半斜阳，太子捧哏评书忙。铁骑单骑数千里，人称壮壮，严鹤祥。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说的就是他吧。忠肝义胆都说行，师父赐名栾云平。要问评论谁最狠，问问怼怼行不行。自幼古曲美名扬，相夫教子诉衷肠，任你台上多戏闹，德云家长我师娘。赵爷这对子一看就是跟爸爸学的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，虾吃水，水落石出。这可有难度啊。好上联，嗯，您听我对啊。来，我给您对。嗯，师傅压师娘，师娘压床，床压地，地动山摇。去，我又失言了。你有好词没有啊？热心观众等于郭德纲。听于谦，不阴天啊，我管天儿。嘿啊，信高峰得永生。嚯，卖了窗户门。嗯，听听郭麒麟。哎呦，不要爹和娘。嗯，听听孟鹤堂。好家伙，这都谁编的？都是热心观众给编的。这哪位热心观众编的？都是自己编的。我真是头九出生，寸草不生。德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哎，现在只收这八个字。是在我们德云社办公楼啊，墙上还有一首诗呢。哦，什么内容啊？云字多叛逆，哦，鹤字多奇葩，是霄字没长大，我们九字顶呱呱。芳芳的相声以后得被列为禁止儿童观看。鸡鸡鸡鸡，我来开飞机，开了什么机？波音747。土豆燃豆干，豆在锅中喊，都是一个爹，为啥要打喊？有首诗叫《父母暗杀》，慈母手中剑，逆子身上披，一秒十二下，剑剑出暴击，父见子未凉，掏出气一郎，后心凉，心飞扬，一肩更比六肩强，王中王，火腿肠，火炖我爱喜之郎。这个对对子简直太绝了，简直看不够。妈妈骑马，马慢，妈妈马，妞妞轰妞妞，妞妞妞妞，姥姥喝唠唠唠，姥姥唠唠，舅舅驾啾啾飞，舅舅啾啾，二人断木山林中，瘦高猴孙。也敢对句，一马陷入淤泥内，看小眼畜生怎样出题。